夜幕降临，城市并未归于沉寂，属于北京的最美光影夜正要徐徐拉开帷幕。以光影为媒，以艺术为镜，在各色灯光交相辉映下，夜幕化身为城市展示自己的舞台。其实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，它从灯光角度来讲，它有楼体的秀，有地面的光影秀，然后包括有灯光，有光影艺术装置等等，所以它协调的方方面面的事情也很多。其实它有很多很细节的内容是需要你去一点一点去抠的。我是负责这一次灯光节活动策划和执行组的负责人杨诗萌。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师，杨诗萌要以城市为画布，光影为画笔，讲述北京的中国潮、国际范儿和烟火气，这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在做策划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游客，我们是从外面来的，来到这儿，我们想象的一个灯光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？不同于杨诗萌的全局统筹，设计师李丽相信，一个好的设计不仅能吸引眼球，更要打动人心。我觉得光影一直我们讲是它是一个情感的开关，而生活中那些给你最珍贵的感动、最珍贵的触动吧，就是我们的创意来源。让我们目前的技术所能支撑实现的话，比如说 LED 的技术，比如交互控制的技术，比如 AR 叠合实体光影的技术，我们可能三个创意只能落地一个，将近百项的想法落地成30多处场景。这扑面而来的这个感觉差一点都不行，就那声音差一点点都不行。为了能触动到观众的心弦，李丽带领着一支近300人的团队把控每一个细节。那就是不够明显，这些声效是不是还得加一点那个马的嘶吼声，要加一点特效音进去。对，昨天有一只蜂窝是不是离那特别近呢？对，那个是不是太矮了？那码头，我是有一个担心，别到时候落在那或怎么落在上面说。凤凰最高能飞多少？能飞多少？我们现在也就飞个20多米。20多米就在水面上。对，整个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100米。对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行，然后每天飞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信号还有电池所有的那个检查，行，要确保下次的飞行。好，这个没问题。作为建造师，樊阳达和他的团队要将动人的设计变为现实。效果与安全永远是他考虑的头等大事。用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把这个更好的效果来展现出来。做灯光的嘛，光只能说在晚上来更清楚吧，或者是看得更清晰，所以就是24小时运转呀。一会儿，我们北京首个国际灯光节就要在此绚烂开幕，而特别荣幸的，我们此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台，你最喜欢的钉子塔。